观塘人对呢一间爆红嘅住得头小糕店绝唔陌生啦，听讲咧要排队排成一个钟头，即刻去试试佢先。观塘工厦隐世小糕店，每到午饭时候咧都大排长龙噶，加上咧非常之抵食嘅住得头，店家特别购入意大利雪糕机，严选日本大湾同埋牛奶，每日即制嘅雪糕，售完即止嘅咋。住得头咧最平就32蚊起，提供12款口味，一次过咧就可以食到1至3款口味嘅。固定嘅口味咧就必食开心果啦，佢带浓郁嘅英国香，而豆腐雪糕咧表面仲撒上黄糖，味道就好似豆腐花啦。焦糖炖蛋嘅表面都经过炙烧，而 tiramisu 咧就食落浓郁丝滑啦。另外店家咧每个月咧都会更换主题噶，今个月就例如有美露、清甜嘅椰子同埋清爽嘅柠檬雪巴等等啦。记者咧都推介埋泰式奶茶，食落层次丰富又浓郁，而芒果糯米饭味咧仲带有饭粒感噶。榴莲咧都系人气口味啦，食落齿颊留香。店家嘅雪糕咧分有唔同嘅包装，亦都可以订购雪糕翻屋企食噶。